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我是布莱恩，欢迎你们回到布莱恩小镇的布莱恩报你灾这个新资讯分享系列。大家还记得之前端午连假时发生的俄罗斯武装集团瓦格纳集团叛变事件吗？原本还以为可以吃瓜看戏一阵子的叛变，结果没多久就火速结束了。结果就在23号，瓦格纳高层包含首脑普里格金大臣的飞机，就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起飞不久后，直接坠机失事。目前说飞机上总共10名乘客，除了瓦格纳首脑外，还有瓦格纳的高层。这一波直接带走瓦格纳上层的许多高级干部。如果真的是清算的话，真的是来得又快又狠啊！本周有许多新的科技新闻跟大家分享，我在这里把它们分为几类：有跟爆炸有关的爆炸类，以及社群相关的社群类，还有跟 AI 相关的翻译橘肉类。就让我来带大家快速了解这周的新资讯吧。在开始分享之前，如果觉得每周整理这些资讯对你们有所帮助，也可以点个订阅以及赞，就是对我最棒的支持与鼓励。希望一下子又可以庆祝破500的订阅。那我们首先就来看本周的爆炸类。领先主演的是这颗曾经是多合一行动电源的东西。根据新闻报道，这颗由墨子科技推出的万能充 Pro 行动电源在苦主插上插座后充电爆炸，并导致苦主烧伤。图片上可以看到产品整个炸开，只剩下插头的部分似乎完好。目前墨子科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发生的原因，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有很多行动电源都主打多合一，可是这些充电元件在使用时都会发热，有些来路不明的厂商会在这部分节省成本，而导致商品容易过热爆炸。最近有要购买行动电源的朋友，可能要多注意避免购买不明来源的商品，或是购买功能比较单一的行动电源。另一个涵盖在爆炸类的新闻，就是来自苹果官方的新闻。最近有在玩宝可梦睡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苹果在自己的使用手册中更新，警告使用者不要睡在正在充电的 iPhone 旁边，原因是睡眠过程中可能会将毯子或是枕头覆盖在手机上，而导致充电时产生的热量无法消散，导致过热，更有可能引发电池爆炸或火灾。不过我觉得无论是不是 iPhone 的使用者，都不建议在充电的时候用任何东西覆盖在手机上，尤其是现在很多充电的豆腐头都是大瓦数快充，以快充的方式替手机充电产生的热量比起慢充来说高了很多，大家在替自己的手机充电时也要多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哦。接着来看社群类的新闻，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风风火火的 MeToo 事件吗？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稍微聊到一些，记得当时还有聊到说是不是之后在之前都要先签一份切结书的玩笑话。结果日本那边居然真的先推出了这样的东西。根据文章内容，日本上个月将一些法案统合，设立新的刑法，不同意性交等罪。由于在后有时会发生事前说好事后反悔的状况，所以日本推出代替纸本同意书的线上签署 APP， 让双方在之前可以先透过线上签署证明双方合意。使用起来也很简单，只要阅读并同意法律说明后，双方互扫条码就可以了。而且这个 APP 也有经过专业的律师监修，是具有法律效益的证明。不知道台湾哪个时候也会推出这种针对的数位合约呢？还记得上周跟大家聊到 YT 正在测试针对广告拦截器使用者的警告视窗吗？现在 YT 继续针对愿意看广告的使用者推出更小更美丽吗的跳过按钮。大家在看 YT 广告的时候应该都有看过那个又大又方又黑又可以按下去的跳过按钮吧，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总之在 YT 推出新的更新，这个黑色巨棒被修改成迷你尺寸小药丸的形状了。同一时间也有用户观察到整个播放界面都有了圆角，不过在这个更新后，整体 YT 的界面视觉确实有比较统一，就不知道大家是比较喜欢粗黑巨棒还是小巧药丸了。听起来是很奇怪。最后就来看本周的翻译橘肉类。我个人认为透过这几个新闻可以看到消除语言隔阂的美好未来，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百花齐放色色应用。总之让我一个个跟大家分享吧。先看之前已经开源许多语言模型的 Meta， 他们现在又多开源了一个语言模型，而且这次的语言模型非常的特别，它是主打多语言多方式翻译的模型。这个新开源的语言模型叫做 Simulus M4T， 它能够辨识输入近100种语言，说出35种左右的语言。除此之外，最大的重点在于除了最基本的文字翻译外，它还能用语音输入输出，或是语音输入文字输出，或是文字输入语音输出，而且这都还只是使用这个模型就能达成的，不需要再额外串接多组 AI 模型进行工作。
目前也有 demo 页面可以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等等去新闻连结内体验哦。接下来看下一个翻译举弱，这个举弱则是可以直接让你用想的跟别人进行沟通。国外有间叫做 Unbabel 的公司推出了一个叫做 Hello 的 AI， 这个 AI 结合 ChatGPT 后就能将电子讯号转换成语言，而且整个流程都是非侵入性的，只要带上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的肌电图设备，就可以透过 Hello 进行电子讯号的分析转化为文字内容。最后来看到最后一个翻译举弱， OpenAI 对 GPT 3.5 模型新增的功能。OpenAI 最近对 GPT 3.5 推出了一个更新，让使用者可以用自己的资料调整 AI 生产出来的回复，例如像是让模型固定输出特定语言的回复，或是让它呈现出企业想要的表现风格等等。那翻译举弱的部分介绍到这边，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三个翻译举弱结合起来，可能可以有的使用情境。当你今天想要跟外国人文字往来，你可以先调教一个有自己说话风格的 GPT 模型，搭配那个读取思想产生文字的 AI， 最后用 Meta 推出的翻译模型，你就能够达成躺在床上也可以跟外国人文字网恋的体验。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不觉得可以交往的对象突然呈指数型上升了吗？啊，不过对于社恐来说好像还是蛮有挑战的就是了。那么本周的布莱恩报你哉就到这里啦，我自己是蛮期待未来那些翻译橘肉们互相结合后还会产生什么样便利的工具与服务，甚至搞不好还可以结合进大型线上多人角色扮演游戏，我想那种游戏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名单吧。对于本周分享的新闻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我是布莱恩，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吃太饱。